大家好，佳琪卡频道来了。我今天是第五天使用小黑瓶。那前四天使用下来，我现在还没上小黑瓶哦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第五天来看我使用后的肤况咯。小黑瓶，去适量就好咯。使用完了，不用调亮肤色，自动就会帮你美化肤色。我觉得小黑瓶我使用了五天之后，你们看照片，我自己真的觉得很有感，推荐小黑瓶。今天是第五天，频道结束咯，记得用你的手指点选订阅，还有小铃铛，拜拜。